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我是伊、e、森，我是陈警官、哎。陈警官，我们今天很可怕啊，也不算可怕吧，就是在现场我们找了一个警察来。对对对对，很难得可以跟警察这么近距离的接触。<laughs> 我们之前是碰到过一些警官了，但是是因为他们有要去参政，<举>有要去选举，所以我们才会认识他。但是我们现在。 今天来的这一个警官，他是真的一个警官呢、啊，他不是要去参政的一个人，他是真的一个警官。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关注他的频道，他在 Youtube 上有个频道叫做“警察说”，没有关注大家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哈，然后关注我们陈警官。那我有非常多的问题想要问警察，因为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这些华人。 他们对于警察其实是有点啊敬畏，或者是有点害怕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别人告知说，哦，你要乖哦，你不然的话，警察叔叔会来把你抓走。啊、呃，身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职业，你会抓小孩吗？那我,我是有抓过小孩，<laughs> 但是那个是很严重，他拿刀去想要捅自己的 brother。 但是那 that's not the thing right。<Okay. S 2>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说，华人很多家长教小孩这样子的理念是错的，因为将会变成说是让小孩怕警察，然后就不敢接触警察。Mm hmm. 那其实应该是要反过来，要让小孩知道说，如果你遇到麻烦，你是要去找警察，不是说你先做坏小孩，警察就来把你抓走。 不要 focus 在警察会来把你抓走，而是说如果有 trouble 的话，你应该要去找警察。你 can always look for help，这是我认为的。對嗯、然后至于是不是害怕跟或者是敬畏，我觉得应该是要比较多是一个 respect 的这个感觉吧，不应该是说要怕。虽然说我自己开车在后面，如果有警察在我后面一直跟着，我自己心里会有點怪怪的。尽 <laughs> 管你是警察，Yeah，尽管我是警察。所以说，我说如果有一点这种感觉，应该是正常的，但是不要怕 <laughs> 那你身为警察，警察有训练说你要是一个很令人恐惧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认识像那个 Burton Brink，、嗯、你记不记得他那个眼睛让你看起来就是好像诶<对>哎，对，就是那个是有故意经过训练的，还是说就是那个人的特质性啊？就是说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们说，就你们站出来就必须要散发出让人害怕你们的那种气息，或者是眼神，或者要怎么站，就是让你们看起来就嗯这样？Yes or no？ 就是说，警校出来之后，到那个 field 里面去做 probation，就是说实物训练的时候，你的这个训练官会跟你讲说，你要知道说，今天你怎么样摆出的这个架势，如果是帮派分子的话，他们会打量你。他第一天，他当然知道你是新警察，因为你戴着领带，你光头，然后你就是一脸就是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说他会知道你好欺负，就会想要去就是逗你啊或者是什么。所以说你要给他们一个感觉，就是说你是不好欺负的，就是你是 serious 的。 如果你要跟他打架的话，他一定会把你收拾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说任何人都你都要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普通的 interaction 的话，你还是要看情况。就是说该笑的时候还是要笑啊，你该幽默的时候还是要幽默。啊，你要像一个 human 一样去这样子去 interact。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警察都喜欢吃甜甜圈？我经常看到很多警察在 Seven Eleven 门口，就尤其是早上的时候。 然后就买一盒甜甜圈，就好几个人在那边吃。然后我觉得为什么警察会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很多 option，我们要吃东西，我们可以找 taco stand，我们可以找很多啊 seven eleven，就是不同的地方都可能会开。以前的话就是只有咖啡店在很晚的时候他会开门，所以说那你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去咖啡店。 那买一杯咖啡啊，或者怎样的，然后你就刚好有甜甜圈啊，咖啡店一定有甜甜圈，<laughs> 所以以前就是说警察就会买咖啡加甜甜圈，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就是造成一个就是说警察都在吃甜甜圈的形象。呀，<laughs> yeah, 我们的长官也会不时的，就是去买一盒甜甜圈，然后就是放在比如说中间有个桌子，哎。 请客啊，你们随便吃这种感觉，他们哦，有些是怕怕，<laughs> 不太想去吃那种也有，<laughs> 因为现在比较注重的是 physical fitness 嘛，就是要比较壮啊，就是比较那么胖啊什么的。那那个警察局有没有对就是警察的身材有什么要求？因为我看到有很多警察非常胖，嗯、然后这就会让我怀疑，<laughs> 就是说他能真的保护我吗？吗对，就是如果说我有什么事儿的话，嗯、这个人是靠得住的吗？他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哦哦，oh, oh, 警校都有，所以你警校的时候，你每一个警察出来都是都很都是那样，对不对？出来都是那样的。然后结果呢？你过了好几年，你可能自己松懈了，或者是自己没有去运动啊，去注意吃什么。尤其是警察上班，就是你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饭嘛，有时候就是买个 quick b a k 麦当劳，或者是像你说甜甜圈，something quick。所以你吃的东西可能会比较 unhealthy。哦、oh.。然后你又没有去运动，那你过了好几年之后，你就开始。 往横向发展，因为他没有实际去要求你说，哦，你一定要有 BMI 啊，或者说每年要去跑步，你要去测测验啊什么的没有。但军队里是有这样子的，这边没有。然后之前是 Army 哦，是啊<对>，看看哦，我现在还是 Army，我、哦、现在还是 Army，对，Army Reserve，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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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我一直都是 Army Reserve。哦、oh,，OK，<Yeah. S 2> 再问一个好了，就是比较好玩的，警察车都是谁去加油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警察车停在加油站里面。Oh. 对，对警察都去哪里加油？<laughs> <laughs> 怎么会有问这个？我是不是应该拍一个这个？<laughs> 哦，所以警察车都是你开那台车的人去加油的。比如说今天是我开那台车，啊、嗯，所以我是去加油的那个。嗯那个、你开的警车去加油？对。去哪里就？是吗？我从来没有看过警察去加油、欸，哎。哦，对、啊，因为大部分的警察局都有自己的加油站。 哦，oh, 对，oh. 他自己在那个 parking lot 里面有一个，可能有一两个 pump，哦，OK，所以你去加油之后呢，你每你每一天上班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装备。 把它放到车上，然后把车开进去加油，加完油之后要走那个洗车的那个机器，走过之后擦干，然后再出去巡逻。还要走洗车的机器、哦？你们还有洗车机器？哦啊，刚刚有啊啊！对，那警车上面如果都是鸟屎，不好看吗？这警车都还蛮干净的、哦。<laughs> 对对对呀，yeah, 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特别是关于警察的，就是警察。 对于民众持有枪是保持什么样的态度？是支持有枪吗？还是没有枪比较好？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些东西，像说很多澳洲的警察，然后看到美国说哦，我才不要在美国当警察，这边好危险。那我们这边的警察呢？他们对于民众持有枪支是什么样的态度？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在工作上的经验，就是。 绝大部分警察都是支持民众是持有枪支的。嗯，怎么说持有个法呢？就是说合法的持有，像加州嘛，就是你不可以把枪带出去乱跑，如果你没有 license 的话，那这种就是违法。那当然，警察我们是绝对不支持这种的。而且我们在执行上遇到的所有的这种有枪的人，大部分都是违法期待的。对，像是帮派分子，他原本就不应该有枪，因为他犯过罪嘛，conviction 他不应该有枪，他当然他就是不管了，没有法律可以管，他就不管。 那是,是 L A County 他们不发 C C W 啊？嗯，um, 现在发了。哦，oh. 去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就是说，加州的这个 C C W 的规则是违反美国第二修正案。从今年或去年的年底开始，慢慢陆陆续续的在发证了。但是你如果你要拿到这个证照的话，要等非常的久，因为你要做好多手续，申请、上课，最难等的是 interview，你要 interview，、mm. 对。 以前你需要一个很好的理由，good cause，他们叫做对，比如说哦，我常常碰钱做生意，对不对？嗯，我要带很多钱，我怕人家会抢我，所以他才会有机会发证照给你。如果你没有类似像这样的 good cause 的话，他都不发给你。甚至你是 victim of crime，你被人家你 you know, 侵犯了什么，你说你要保护自己，他们说 no，that's not a good cause。Yeah，right。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你不需要讲这个理由，你只要有人担保你的品格是良好的，good character，上过课，没有这个。 犯罪记录的话，通过这些条件，他就会发证照给你。那他们有没有内部说，就说哦，我们一年就只发多少个？比如说一年的话，我们整个 county 就只能发一千个，然后过了一千个就不发或者怎么怎么样，会有这样的？啊、呃，据我所知是应该是没有的。啊，那好，<对>那大家赶快去申请吧。但是现在太多人在申请了，你知道吗？哦哦哦所以你拿证照可能要等一两年，而且它多到什么地步？原本是。 County 就是郡的这个政府在 Sheriff 他们在发证照，现在他们根本就 handle 不了，处理不了这个东西了太多了。对，所以他们给这个发证照的权利给地方警局去发了。就是说，如果你是在 West Covina，他有 West Covina 的一个 Police Department 的话，你是要去找他们去申请的，哦、你不是找 Sheriff，除非 Sheriff 是巡逻你的社区的，你才去找他们。然后，因为像说，那警察如果看到一个人有枪的话。 会马上 assume 他是违法持有枪支的吗？我不能说 assume 他是违法持有枪支，对吧？但是我能知道是他的确是有一个武器能够对我造成生命威胁的，尤其是我要去盘查或者是去 detain 这个人的话，我知道就是他有武器嘛，所以有武器就是要怎么样，就是把他上手铐，然后就是要搜他的身，然后再决定说哦。 看有没有证照啊，什么什么，到底怎么回事？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之前我们有做节目的时候，你有讲过嘛？就说比如说在商场里面发生那种枪击案，对吧？坏人拿着枪进去，砰砰砰砰打。然后这时候一个拥有执照的，比如说他有 c C w 这样的人，靠说坏人在杀人，他拿枪一枪给坏人打了。那这个时候呢，警察赶到场，他就会发现有两个人手里都是拿着枪的。那这个时候那个好人需要。 就是说一些什么，或者表明一些什么，说我是好人，我不是那个坏人，那个人才是开枪打人的人，这个很重要。但通常像你说的这个情况，他已经事情结束了，right？他不是打了一枪，他倒地了吗？剩下他一个拿枪的。嗯、那警察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一个人拿枪。如果不知道任何的 intelligence 的警察会觉得说，哦，他是 involved in the shooting，right？嗯。所以警察是不知道的。所以今天你自己拿着枪，你给你拿解释，你是解释不明白的。你懂我意什么？ 最好的选择就是把枪放下，听他们指令上手铐，然后再让他们去 figure out what's going on。旁边很多 bystander，他们会有这个 statement，right？就是说，嗯、哦，没有，这个人是把那个枪手击倒的那个人，嗯、所以他们就是 OK，那 then that's not a suspect，哇，对吧？现在就变成证人或者是怎样？那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是好人把坏人打死了，然后警察去，然后把好人打死。 啊，是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 risk 對對對對對對、嗯、所以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千万不要做愚蠢的事情。你不要下来就是跟警察说什么 <noise>，No，he's the one that shoot。那警察就是你放下你的枪，对，尤其是你还拿那个枪这样子，對,对不对？<他>那就是<他> you you asking for it。<laughs> 对啊，<Right? S 2> uh,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要赶快把枪放下，<对>然后他们呃搜查了之后，你再跟他们解释，尤其旁边有证人的时候，你会。对对对，不管有没有证人，你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警看到警察了，他跟你就把，你让你就要把枪放下，或者是你把它 re holster，然后手举高，uh. 说：“哎，我是刚刚把他那个 shooter 设的，然后让他们。” uh. 把你铐上或者怎样，把枪拿走，然后再 investigate。那如果这个好人他当时戴了一个口罩，比如说是支持警察那种口罩，或者是穿了一个衣服画的是支持警察的那种，呃，这样会有任何帮助吗？嗯、就是对于你们第一印象来看，会不会有点帮助？就说，哎哎，这个、人好像是好人。可能会有吧，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把他。哎 靠起来，啊、或者是看情况吧，每个情况都有点不太一样。那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万一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哈，我有一个美国国旗，然后是一条蓝带的。嗯。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然后我把那个人击毙的话，然后警察看到我的话，他不会就直接拿枪打我，他应该就会 OK hesitate 一下，然后我就是照他的指令这样去做。哇！会不会让他就是稍微想一下？还怎么说呢？嗯、如果你只是拿着枪，对吧？嗯。 你没有在做什么 crazy 的举动，警察第一看到你应该是会说 put the gun down、right?。对，你那个时候就应该啥都不做，就是 put the gun down。对，那这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穿那个衣服，应该都是这个流程吧？被射的话，你可能是正在拿枪准备要去举着别人，嗯、然后警察来刚好不知道你是要保护别人，嗯、然后你才会被直接开枪，嗯嗯、因为他没有机会跟你讲，如果那么紧急的话。了解。对，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加州这边，我们知道有一个 r o s t e r pistol roster。哦，对。 呀、啊，那警察可以购买的枪支跟一般民众购买的枪支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加州有这个法律，就是说，尤其是手枪或者是步枪，你的子弹不能超过十发的弹夹容量。嗯，那这个你能买的手枪，你通常讲这个 r o s t e r 是讲那个 pistol，就是手枪嘛。对对,对对对，这个枪不能超过十发弹夹。嗯，然后你这个枪上面要有一些加州规定要有的 feature，有些枪是说。 如果你把弹夹拿掉的话，这个枪激发不了的这种枪，嗯，你要有这些 feature 才能被放在这个 list 上面，你才能去卖给一般的民众，嗯，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 feature，你没有 compliance，没有根据他加州政府规定你做的这些 feature 的话呢，你就不能卖给正常的人，除了如果是警察或者是可以卖枪械的这种 license 的人才能卖给他们，嗯、对。 但是你可以买到 off roster，就是不在 rosters 上面的手枪。如果你跟别人买，就是不是经由第一手，而是二手的枪、三手枪，你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警察就是靠这个。最近刚好，你知道这样是会被抓的吗？<laughs> 最近刚好就是那什么，他们在州议会那边，他要禁止这个样子的东西，就是以后、C、P three sixty five 你也不能有了，我也不能有了。 <laughs> 然后你的那个叫什么 Smith and w e s t e r n MNP Two Point O，你也不能有了，我也不能有了。你对于这个样子的行为是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警察也不可以有 handgun roster 上面的枪了、啊。所以说，因为他很多 roster 上面枪其实不好用，完全不符合 reality。比如说十发，或者是说枪弹夹拔掉不能开枪。所以你觉得就是警察应该要有一个 privilege，可以买到民众买不到的枪吗？还是你觉得？ 民众买的枪应该跟警察一样，我觉得应该是要跟警察一样，对，因为他，你故意把这个枪弄的是说好像大家都买不到了？对，但是其实是好用的，如果真的要用的话啦，<對>但他们是说他们是有一个好的理由，<Yeah. S 2> 就是说想要 prevent 你什么 mass shooting 啊，或者说 prevent crime 啦、啊，但是就是说有点像是 t o r o v e r 你看 Canada，yeah，已经完全不能买枪了，嗯，他只会越来越这样子而已。 呃，uh, 现在洛杉矶的治安非常的糟糕。你之前在这个 patrol 也弄过，闯空门啊，打砸抢啊，暴力犯罪真的到处都是。警察通常来的时候，对于民众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我遇到很多就是家里被闯空门，嗯，然后呢，警察就来，说什么、哦、你现在在干什么啊？什么看到 suspect 啊？哦，有看到、啊？哦，没看到、啊？哦，OK，好，那怎么办？然后警察就走了，嗯，也没有赔偿，也没有抓到那个犯人，嗯，就是我们会觉得。 警察有什么用吗？就是这个，其实这个锅不是警察的，不是锅警察的。警察只是负责把人抓起来，对，General。放到监狱里是有规定说，如果哪些类型的犯罪就要把他们马上放出来。我就是很想知道，啊、就是这个锅到底谁，就是谁说了算？就是我这警察不是抓人吗？对吧？抓了人，谁决定说这个要判多久或者怎么样？就是还是马上释放？这是谁因为警察是属于 executive，就是行政。 执行的那一方，那通常立这种呃法规都是 judicial，或者是说 legislative，就是说你去选举的人啊，你选出来的市长或者是议员这些立法者，呃 county 的这些 official，然后或者是 government，或者是加州的议员，他们有权利去立法，那当然就是他们的国、啊。 那 judicial 通常都是法官那个法院那一块的嘛，就像上次那个杀警察那个，就是他已经是犯了三个重罪，第三个都已经是定线，就是说有罪要被关一辈子了。嗯，他法官竟然就是说把他的 bail reduce，然后 instead 直接抓进去等待去 transfer 到 prison。 让他放出去，然后让他去说处理一些事情，可能我不知道。然后后来就永远,远就没再回来了嗯。然后后来就是闹出了把一个警察杀掉，然后后来全部警察在追那个犯人，把他击毙的那个新闻。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嗯嗯、所以警察，我们只是一个执行已经立好的法律的一个。 这个工具而已，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我们他们做好了规则，怎么说了算？就是我们怎么去做？就是比如说老百姓想要改变的话，就要从投票的时候。真的，你能只能做的事情就是投票，或者是去把一个当选的人拉下来。像上次不是就有那个州长要把他拉下来嘛？对，后来没成功嘛？对，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也是在想说，是不是要不要把那个第一检察官拉下来？下一点就是这个，就是像说 George Gascon。 就是刚就是那个 attorney general 嘛，对、啊，他基本上就是阻止你们去做很多事情的。我们上次去参加那个 Alex Valle Valle n u v a 他就在台上就很骄傲的就跟所有的人讲说，我们哦，今年到现在我上岸以来，对于那些然后什么街上的游民还有那些东西，一个都没有抓。然后底下的人就开始拍手，就好好好开心，好开心。 那这对我们洛杉矶的居民其实是造成很大的困扰的，就是如果说这些游民在外面吸毒，然后落在我们家附近，然后造造成这个环境污染，然后垃圾乱丢的话，这对我们其实是很不好的。我们跟警察说有什么用吗？还是真的一点用处都？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警察只管犯罪嘛，<丢>这不是警察的问题。我现在去乱丢垃圾，你会不会抓我？啊、呃，不会，<laughs> 真的不会，<laughs> 真的不会，真的不会。乱丢垃圾不会抓了，乱丢垃圾会抓不会抓你，不会抓你？ 当警察其实是一件很吃力不讨好的一个工作哦、啊，所以说呀，yeah,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能做的事情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像我刚刚说的，人民选的 leader 领袖、立法者，他们决定了怎么样去 play the role，警察只能去 go by，right？、嗯、所以，yeah，it's very limited。不要说警察无能，不要说警察无能，不是警察无能，是警察不能这么做。嗯 而且你是谁让警察不能这么做的是法律？是谁立的这些法律呢？是立法者来的。谁选的立法者？是你选的立法者。对啊，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怪警察搞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做成的。他们应该有规则说，如果他是一直有这种类似的、同样犯型的东西，他就应该要越关越久，越关越久，<对>不应该只是每次抓了就是抓出来。那<对>可能第一次那种，比如说像是年轻人啊，或者是那种初犯的那种，就是。 傻嘛，被抓了一次之后，通常就是学聪明，就不会再去做那种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都明明我们警察抓人都看得到他们的所谓的 career career resume resume，我们都看得到，我们很抓很多的，哇塞，然后然后他他现在还在被抓，你知道吗？还没有关在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这种一直犯了，就是他的应该惩罚应该是越来越重，对吧？哎呀，其实就跟。 我觉得像圣经里面的律法一样，我觉得像你身为一个 law enforcement，你需要执行这个世界上的法律，你也需要执行圣经上面的法律，不然你自己心里会过不去。你觉得警察会有可能会反抗上面来的不合理的要求吗？比如说，这个人都很明显的就是在暴力已经不合理的使用武力的时候，那你应该要介入，对吧？<Yeah. S 2>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要介入，一样的道理。好，大家帮陈警官祷告。 他这个工作非常非常辛苦，当警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请大家帮陈警官祷告，然后帮洛杉矶祷告，让这个地方真的是有更好的警察，然后让警察更有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被没有必要的法律牵着鼻子走。而且真的是他们想要保护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法律反而是在妨碍我们的安全。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陈警官今天能跟我们来给我们讲这么多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是啊，嗯、没问题。在警察辛苦了，警察背了太多莫名其妙的大锅，就是这些锅。<laughs> <laughs> 通过今天的这些节目，应该都从警察的身上拿掉，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哈一个职业。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我是伊藤我是,是陈警官。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